用充满元气的声音发出口号，展现玻璃女子垒球队的活力。十二月中，分别由玻璃国钢以及玻璃国中女垒选手所组成的青年国家代表队，前往南非参加世界青年女子垒球锦标赛，在十六个国家当中摕下第三名的好成绩。获得第三名的这个假期的过程当中，击败中国大陆队的女子垒球，实在是非常的不简单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中国大陆的体育是世界的指标性的国家，而且我们普里高工的这些选手啊，哈，不畏强敌，而且不怕辛劳。提着小滚滚的工作，每一位队员的面上展现出唱袂掉笑容，心情欢喜。这一届会当创下优秀的成绩，嘛，让因更加团结，将要继续向世界第一来挑战。我觉得能拿下第三名就是奇迹吧，对啊，因为历届上一届跟上上一届成绩都不是很好，对啊，我们这次能拿下第三名，就是我觉得奇迹吧，然后就是大家都很团结。我觉得这次我们实力都还不错，然后运气也很好。总教练詹信忠回想起前往南非比赛时阵，被分配在 B 组，就拄到日本甲澳洲两支强队，再加上饮食上的不习惯，和这摆比赛是充满着困难。尤其一开始两场比赛拢输去，不过玻璃女垒队并无因此放弃，又愿意以赛第三名弄入决赛。那主要是在那个吃的方面，在生活上可能吃的是比较不习惯，他那边非洲的食物哈，对我们东方人的体质比较不适合。那还有我们这次有带了充足的泡面，所以我们在吃的方面也都解决了。玻璃女垒队在今年初才得到亚洲杯铜牌，年底就搁再摕到世界锦标赛第三名，再一次证明玻璃女垒世界级的一流水准。也让玻璃变成国家选手的摇篮。玻璃高中赞！记者家己采访报道。